你好，这个我们是可以骑的吗？还是说只能拍照啊？可以骑它。你们女孩骑个小的。不，我要骑大的。哎呦，酷、啊！我们是要出发了吗？去哪里？不能走。不能走啊！拍张照片，还要走？哦，他是拍照的，哦，我以为他要走呢。还有，我们要出发了，你们想去哪儿？啊，只是拍照。那就是我们可以下来了，是吗？太逗了，这个。有人给我拍几张吗？我拿手机帮你们拍一张。我现在用的那一只是假的吗？嗯，都没有主人。那他为什么在那地？就可以一起玩的。哦，没有主人啊？他是因为喜欢这里的哪只牛吗？对。我想去那边看那只牛。那只牛，他每天就跟着那里边的一只牛来，因为那里边有一只他喜欢的牛。真的？每天来了之后就坐在这儿，他们回家了，他就跟着回家。哇，那挺逗的哈。等着爱人下班呢。这个牛是真的牛吗？真的牛，好浪漫呀，连牛都可以这么浪漫。觉得你挺可怜的，但是又觉得你特别伟大，是怎么回事呢？觉得你挺孤单的，又觉得你挺幸福，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觉得你挺好的，跟你喜欢的牛要好好的，好吗？